朵朵向南飞流。我在他乡绣尽红松，你在故乡留爱不忘。也已经红，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离开阮的梦？金座，然后就是金座，时代，
钱的东西只有是更多管理掉，照管管，如山是更多只，其他的市委是无法度啦。我迄阵啊是集中交的头份，我著正清楚。当初福建做行动中心，打开始做呢。两年，我五十七年刚刚毕业，做一年兵，五十八年报道。啊，报道时阵就是今仔日伫新义区啊，哈，诶，遐地区啊，遐较早日本时代都买掉，公司签遮多。啊，你若过年去遐省道来来哦，是不是真麻烦？有，啊，还有几块停机，啊，当然停机哦。怎么讲？就是这次因为我们接。有一种特别的情况，就是我们召开一个长工的回娘家，啊，我也是盖着长行通人，你那是长工盖行通，就长行通人回娘家，哎，影片来欢送致敬我们的局长，他就把书拿给他，哎，我说奇怪，啊，我的书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拿到，我到现在还没读我那本书啦，都是看看这个报告就知道了，因为他写的非常清楚，局长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哎，老总。啊，那个你们那边有个张小姐，说去跟工总的时候，她进来的，啊，那表现好，我其实我都没有概念，我就这次看她做领队哦。所以那个张总以后就，也就是心里有一个这个强的。三十年了。啊，那个两个礼拜前在台北办嘛，很抱歉哦，廖局长，因为我那天刚好出公差去马祖，所以真的没办法参加。那很高兴上礼拜老总邀请我。我就赶快把今天的会都移开了，都挪开了。陈泽敏，他是我以前的副总，各位都认识了。好，来，三十秒。大家午安啊、哦。其实我还是真正的回娘家，对不对？暂时的回娘家了哈、哦。因为办是九十大寿了哈、哦，十年后是100哦。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小蔡总经理来。接下来的行动呢，掌声。我今天嘛回娘家了，我拢伫做网路的啦吼，啊后来才做业务啦，啊我那天才拜访这个南昆村啦，啊讲一句话吼，感觉很有道理，伊讲哦，心明甲心明吼，爱交流吼，才会兴啦，人甲人吼，爱交陪吼，才会亲啦，啊咱中华电信吼，沟通人间情。连接世界性，我下个好了。相信龙掌中华，这是我们以前一个陈文清陈董做，中间的就是叫局长啊，啊，局长的日子，这是局长在三十年前带队去香港电讯考察，就是三个演艺处的五队队长，台北呢是苏英演苏队长，台中呢。就是我们的欧文章欧队长啊，在对面啊，还有一个最年轻的，就是我啦，啊，而且呢，廖局长带我们去香港电信啊，是考察什么？各位可以看这一张是香港电信的 ISO 90，是 BSI 认证，到现在都还在做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华电信啊，其实这个品质啊，已经是我们的 DNA。把在滇鱼整个这个数十年啊，整个经验啊，整个里面整个传承啊，都把它写出来啊。所以我是建议啊，我算退休，但是建议我们那各位总经理啊，包括小蔡啊，这个书要去推广一下啊，好不好啊？大家好哦。哦。我无电视四十六年，二十五年去台大，啊，各位总经理代表。所以我我了有真侪有熟悉，啊嘛真侪无熟悉，啊有熟悉可能拢离我当归迄种熟悉，无熟悉可能拢做少年。即摆哦，局长是第一个就位，啊我是介啥物啊？比我第一个就位，啊我可能排第三，唔知个，一个比我较。那个在广州是最厉害。宪兵呢？好，我非常感谢我们局长哦。就推动这个长青通的回娘家。其实我跟高雄我都很有渊源啊，因为吴总会进来是考全省。欧陆来。谢谢，谢谢。
局长哈、啊，啊张总，还有我们这个张总经理啊，谢谢你们这个非常时间。后来才从无线段调回到台中去，啊，一直到民国八十年再回到我们长二。谢谢台中分局你，江树伟，来江树伟，从台中来的，嘉义苏威克，来，苏威克应该是其中的非常资深的老大了。接下来、哦、我们要直接请吴龙山吴工程师。我希望在各位耐心，哎，不要把我赶下去，就是把它结束掉哈、哦。Show
爱看事业袂顺心顶头去，朋友有缘才会来做阵，你来敬我，我来敬你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可比亲兄弟。啊，咱是兄弟情，无分我也你。啊，咱若有代志，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因为